25岁的安之轩是前釜山乐天巨人啦啦队人气成员，拥有甜美脸蛋和修长美腿，被网友封为最强外挂。现在是中职台钢雄鹰啦啦队 WinStars 一员。近日他在 IG 上分享性感热舞图，让网友嗨翻。제가 선배라기보다는 언니께서 치어리더 경력은 저보다 더 오래되셔가지고 언니가 치어리더는 선배지만 제가 대만에 조금 더 빨리 오긴 했잖아요. 근데 그냥 열심히 파이팅! 最强外挂 한지女神 안지轩在加盟 李多慧笑喊 向前辈加油 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慧加盟乐天桃园后，掀起一波李多慧旋风。而如今又有韩国啦啦队女神要来，中职台钢雄鹰今天宣布找来被誉为最强外挂的安之轩，打造 WinStars 啦啦队培训课。其实他早在2019年就来台担任过开球嘉宾，捕手刚好是台钢雄鹰队的王义正。安之轩身高169，100公分，逆天长腿，曾打败李多慧，登上最美啦啦队女神排行榜第一名。李多慧今天出席活动，也被问到有什么建议或是景点可以给即将来台的安之轩。사실제가선배라기보다는언니께서치어리더경력은저보다더오래되셔가지고언니가치어리더는선배지만제가대만에조금더빨리오긴했잖아요근데그냥열심히파이팅일단대만은허거가굉장히유명하니까마라허거를꼭먹어보라고하고싶고요그리고여행지는제가대만에처음왔을때간여행지가지우펀이었는데지우펀은진짜한번가고또가고싶은곳이어가지고어뭐기회가된다면지우펀도가보라고추천해주고싶어요当被问队友林湘恋爱话题，以及被问会不会交台湾男友，李多慧回应。林湘가지금연애하고있는소문이라서소문아저는못들어요대만남자친구사귀고싶어요오저는이제사랑을하는데나이와국적과모든게상관없다는사람으로서뭐항상어떻게될지모르죠사람일은台湾钢铁集团 WinStars 啦啦队最强外挂安之轩日前刚结束为 WinStars 成员训练韩式音源的培训，让许多球迷十分期待未来他在场边音源的模样。刚结束训练的他开始多出时间参观台湾，近日他在 IG 晒出自己体验打棒球的影片，贴文中还写着全力出击轰出去，满怀热情永不放弃。自影片中可见安之轩的背影抢先出镜，随着球来他转动纤腰挥动球棒，精准将球打击出去。整个过程虽然流畅，但网友们却放错重点，因为他白嫩纤细的100公分大长腿实在太强劲，不少粉丝看完后纷纷大赞最强外挂最美小安腿真的神比例。사실제가선배라기보다는언니께서치어리더경력은저보다더오래되셔가지고언니가치어리더는선배지만제가대만에조금더빨리오긴했잖아요근데그냥열심히파이팅最强外挂韩职女神安之轩在加盟，李多慧笑喊向前辈加油。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慧加盟乐天桃园后，掀起一波李多慧旋风。而如今又有韩国啦啦队女神要来，中职台钢雄鹰今天宣布找来被誉为最强外挂的安之轩，打造 WinStars 啦啦队培训课。3, 2, 1,
其实他早在2019年就来台担任过开球嘉宾，捕手刚好是台钢雄鹰队的王义振。安之轩身高169，100公分，逆天长腿，曾打败李多慧，登上最美啦啦队女神排行榜第一名。李多慧今天出席活动，也被问到有什么建议或是景点可以给即将来台的安之轩。사실제가선별하기보다는언니께서치어리더경력은저보다더오래되셔가지고언니가치어리더는선배지만제가대만에조금더빨리오긴했잖아요근데그냥열심히파이팅일단대만은훠궈가굉장히유명하니까마라훠궈를꼭먹어보라고하고싶고요그리고여행지는제가대만에처음왔을때간여행지가지우펀이었는데지우펀은진짜한번가고또가고싶은곳이어가지고뭐기회가된다면지우펀도가보라고추천해주고싶어요当被问队友林湘恋爱话题以及被问会不会交台湾男友李多慧回应林湘가지금연애하고있는상태라서소문아저는아못들어요대만남자친구사귀고싶어요오저는이제사랑을하는데나이와국적과모든게상관없다는사람으로서뭐항상어떻게될지모르죠사람일은우선기본적인니하오谢谢好吃好喝多消遣우선처음시작하는치어리더팀이기도하고그리고제가직접교육했던친구들하고함께시즌을뛴다고생각이드니까너무재미있을것같고또워낙 TSG 구단에서도너무잘해주시고또분위기가너무좋아서욕심이났습니다그래서앞으로또시즌들어가면은다양한활약기대해주시면좋을것같아요그래서대만활동하면은꼭같이보기로했고대만활동이또겹치면은또보기로했고또호주정이라는조금다양한프로그램도같이나가봤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을했습니다그리고오늘호정이가또농구데뷔전이어가지고아마이따가한번연락을해보려고합니다우선대만치어리더들도마찬가지지만한국의치어리더들도정말예쁘고또좋은실력을가지고있는친구들이많아요